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土豆粉、流沙包还有马拉糕，那我开始吃了。我要先吃这个流沙包，我怕一会儿冷掉就不流心了。它上面是有椰丝的。好像已经不流了，但是特别的香。这是我吃过比较大的流沙包了。这个流沙包虽然没有流沙，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土豆粉应该特别的辣。刚刚被呛到了，辣到颤抖啊！这个是煎的培根，太辣了。我感觉这个比火鸡面还要辣。先吃个麻辣糕，QQ 弹弹的。我去冷静了一下。这个麻辣糕我是怎么吃都吃不腻的那种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这个应该也不会流心了。它表面上有椰丝嘛，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椰子的香气。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